哎，各位好，我是卡洛斯。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视频，就是有关这个电脑控制的竖琴啊。好像两岸三地的朋友都有看过啊，又因为我播放了一段呢，用这个电脑竖琴来演奏的一段赛马。有一位台湾的朋友，他昨天在我的练竖在问，现在用120的速度来演奏这个赛马，但是赛马的标配应该是150，你可以让他用150来演奏这个赛马吗？那今天我们来试他一试好吗？对的，前天我就是用120来演奏，今天我把它改成150。 On your mark, get set, go。 啊，这个就是150，很轻松了，没有问题。没话没讲，是150的。用这个速度啊，只需要1分多钟就能把这个赛马完成了。对吧？1分36秒。啊，现在我们再来一段，就是这个竖琴啊，跟这个钢片琴的合奏吧。那这个钢片琴有点太大声，所以现在我把它用这个胶片封起来，把它的声量降低一点。钢片琴。合作太好了，高兴的看见他们两个在这个合作，但是现在我的电脑的乐团还没有完结，因为我们继续会研究不同的电脑控制的乐器。上一个我们会做的应该是电脑控制吉他吧。好吧，今天分享先到这里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关注点赞及转发，再见。